Hello， 我是 Jimmy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我还有个两门的棍波 Civic。 自从买了个五仔之后， Civic 就给了女朋友揸。这些旧 Civic 我想在香港已经比较少见到，但呢在美国呢很多墨西哥人都还在揸这个车。这个车只是换个弹簧改低了一点，其他大部分东西都是原装的。买回来的时候，车的侧镜已经是烂了，一直在那黐黐贴贴，最近终于忍不住要换了它。本身想着买回来装上就算，但有人嫌核突，所以要喷埋。拆块镜出来很简单，掹开个胶盖，扭开三粒螺丝就 OK 了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he knew he fucked up。 整好了不啱装，好白痴的嘛，梗是试了先。将你不想喷到的地方用胶纸黐好，喷之前要用砂纸散一下块镜先，如果不是那些油黏不实。我用酒精去抹干净个镜，因为酒精蒸发得快。喷油几时都是准备的工作，浪费时间。如果你 prep 得好，效果出来就会好。车的喷油通常要喷三层的，底油、颜色和光油。底漆我喷了四层，每一层相隔十分钟。喷油都是一样挺难学精的东西的，我都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没什么资格教大家。你喷的每一下都要同上一下去重叠，而且你喷的距离亦都要啱，如果唔系咧，又会太干或者太湿。太干咧，啲油就会粒粒突突；太湿就会滴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可以开始上色啦。我喷完第一浸先记得我唔记得绿。嗱，一个唔小心，如果喷得太湿咧，佢就滴噶啦。滴就是这样的了，没得救。我只是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完成今天这个 project， 所以算了。最后喷光油，也都是喷三到四浸。喷完，拎翻入屋，等佢干一晚。第二朝起身，我就装翻个镜上去啦。用喷罐来讲，效果已经算相当不错的了。装翻晒啲嘢之前 ，check 下佢 work 唔 work 先。
我在 Facebook 问人家想看我拍什么片，有朋友留言说 GTA 五星， GTA 五星我拍不到了，喷下油改下车我都仲 OK。 如果你有兴趣看多些有关这个 series 的片的话，留言啦， subscribe 啦， like 啦，多谢。